干杯！谢谢老板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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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老板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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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助理，你点歌去啊？你去，你去。你唱什么？我帮你点。我不去。唱歌，王助理唱歌。哎，我去点。你去点。人呢？气氛搞起来。哟，姐姐，你出来玩得放开啊！你这领子，别碰我。这领子要开一点吧，裙子要往上提一提啊。你干什么呀？你这样子好看吗？离远点。好久没训练了，骨头都硬了。刚刚谢谢你啊。你可千万别误会，是个女的我都会去救的。哦，我刚刚看你手受伤了。这你随身带的？自从做你助理之后啊，我连包都不敢用小的，就怕你随时需要，生活用品都带着呢。手拿过来。慢点，慢点。等一下，好像回到十八岁，一帮同学在打架。你想多了吧，阿姨，我们还差着辈分呢，还同学。你也太夸张了吧，谁是你阿姨？最多是姐姐。在人生的分岔。